这一台是 EN50， 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改变，让它的性能翻倍。这一颗是 EN50 的马达， EN50 的马达边盖是塑胶壳。这一颗是性能更强的马达，轮胎使用350×10，所以看起来又大又帅。等一下我们就要把 EN50 的马达换成这颗强化的马达，让它的性能可以翻倍，然后再把整个性能大提升，让它的性能可以比 EN100 还要快更多。
换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去做实测，让大家看看它的性能有多强。这一台是 EN50， 现在要做一个小小的改变，让它的性能翻倍。等一下我们就要把 EN50 的马达换成这颗强化的马达，让它的性能可以翻倍。换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去做实测，让大家看看它的性能有多强。这一颗是性能更强的马达，轮胎使用350 乘以 10， 所以看起来又大又帅。